也是王毅凯迎来了生涯的初登板，要来面对到的就是今天非常火烫的盘武雄。哇，第一球在一军的职业生涯第一球就来了一个好球，这球出手中间方向游击手扑下去拦到之后传二垒，封杀一垒往二垒跑的跑者，结束这个半局同事的攻势。哇，这一球精彩啊，让苏志杰变成了人体电风扇，遭到了三振，也甚至是挡下了失分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又要进行投手的更换了，所以职棒生涯初登板的王毅凯